好，那么我们要请我们的总监呢来准备来开球。那么现场球迷朋友们来倒数三二一，总监请投出，三二一，请投出。好球，我们也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我们现在回到的是在桃园国际棒球场要来进行的一个开球仪式。伊莱克斯呢，今天呢在赛前呢，这个当然也是请到了这个赞助厂商的行销总监 Audrey 啊，来到的现场啊，跟这个郭彦文还有林志胜啊两个人呢来做开球，林志胜担任打击，郭彦文来蹲捕。哦，最近这个开球啊，总是会有一些话题性啊。不过今天，哎，怎么没有看到公主抱呢？对，昨天那个是陈一龙嘛，对，抱得很开心，抱得我眼睛都掉下来。所以今天怎么忽然收敛了那么早，大家有点不习惯。干嘛叫怪怪啊？对对对，好像少一个礼物了。哇，赛后应该要去跟志胜给他亏一下哈，昨天抱这么开心。不过今天呢，还是请到了这个开球贵宾来到了现场，然后就希望现场的比赛呢能够顺顺利利的来进行。现在是5:32，场上呢，哦，在开球之后呢，马上就要来进行比赛了。当然现在还是有飘一点小雨啦，不过不会影响赛事。